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。朕是爱新觉罗弘历，年号乾隆。乾隆帝在位60年，一国之君在紫禁城的衣食起居是怎样治国理政，可以在展厅二睇到。博物馆用了不少艺术科技呈现传统文化。梅花色不妖，君臣关系和谐极为重要。乾隆帝每年正月在崇华宫举办茶宴，同群臣吟诗作对。林务创作和艺术鉴赏是清代皇帝主要的文化活动之一，在这里可以写写乾隆帝钟爱的《兰亭序》。到夜晚8、9点就回去养心殿就寝。艺术家邵志飞和莎拉肯德丁用多媒体装置演绎乾隆帝写的诗《梦》。孝贤纯皇后病逝之后，乾隆帝为他写了100多首诗，《梦》是其中一首。The dragon representing the emperor, and the phoenix representing the empress, the symbolism of the two butterflies as the two lovers.So I have all the characters of the poem as video clips. Without Artek, you would present the poem possibly just as a document. I can take these historical objects and give them a new contemporary digital Artek identity. And in the process of that appreciation,I want people also to return to viewing the original objects with new eyes, with a new understanding. 故宫文化博物馆一共有9个展厅，展出914件北京故宫博物院借出的珍品，其中166件是国家一级文物。不同文物对于温度、湿度和光度各有要求，要用顶级展柜保护。塊玻璃防止紫外線破壞文物。如果是植物性顏料呢，就光很強的光一直照射的話，可能會造成一些褪色的現象啊。然後對於紙張呢，也會造成一些老化的現象。底部有控制系統調節展櫃內的環境，並連接藏品修復主任的手機報告實時數據。那这个空间的这个气密性要好，它一直在漏气的话，这个湿气一直往外跑，或者说外面的湿气一直往里面跑，这样都是不好的。现在每天早晨会看一次，晚上会看一次。如果说展柜内的环境出现异常的话，超出了我们设置的那个范围的呢，它会报警的，所以我们会立刻去处理。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7月2日起，逢星期一、三、四日朝早10点到下昼6点开放，星期五、六及公众假期开放到8点。成人标准门票50元，特别展览门票120元。